那你介绍一下。好，下一首歌是飞到离你最近的地方。开始吧。会唱的跟着一起唱，谁会唱啊？我不唱。小小肩膀，相爱就像满口绵密的棉花糖。亲爱的你，不要再多想，将来我们是否往同方向迈开步伐？用心珍惜，推开所有不安的挣扎。爱你，让我拥有最勇敢的力量。我要飞。新鲜的花，为你守护受伤的心脏，我唱，我唱到全世界都知道我怎么想，让你知道我多渴望牵你的手，忘却了所有的悲伤。请珍惜，我推开所有不安的挣扎。我爱你，让我拥有最勇敢的力量。我要飞，我飞到离你最近的地方，为你献上新鲜的花，为你守护受伤的心脏。我唱，我唱到全世界都知道我怎么想，让你知道我多渴望牵你的手，忘却了所有的悲伤。腼腆的微笑，好可爱哦！大家有空啊，站在这上面看看，台下观众真的太可爱了。为什么？好。那下一首呢，也是我们自己写的歌，那它叫做《自由生活》。那它是一首非常正面的歌，就是。反正因为我们这乐团是 Warmer， 那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正向的力量，就是可以觉得就是未来很美好的力量，对对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《自由生活》。
寞陪你看，我若不再是你充气球，坚持的寂寞此刻被风吹散。新的生活随时都能敞开，只要你一个笑容，所有烦恼都抛开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不用等待，只有期待。热血是一种爱，如何拒绝去爱？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希望是最后一首歌啦，好，对不对，阿光？哎，你不要再跳了啦，刚刚很可怕，嘣！我想说，是要垮台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小了一点呐，很可怕，超可怕的。我刚才嘣，我想说是怎样？我这么重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然后。今天演出的希望是最后一首歌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我们的演出。那如果那还好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歌还不错，觉得蛮合我胃口的，或者有带给你一些鼓励，就欢迎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上我们的粉丝页按个赞，我们非常的欢迎，我们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赞的人数增加，我们真的会觉得很开心，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这样。那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会继续努力的、勇敢的追逐我们的梦想。我有看到那个牌子，超酷的。哇！天哪，好感动！都不知道我砸了多少钱。真重本点在这里，就是，所以台下多少人收他的钱来的？后面应该很多吧？不要这样，我们都是自己来的粉丝，不要这样。自己粉丝要顾好。对，下次多一点啊，太少了，不够本子，这赚的钱不够多，就是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今天有没有很美好的夜晚。然后我们下半场有陈永龙，很好听哦。好，最后一首歌魏如萱的《飞鸟》。
保持恒温的空间，围绕着我，也牵着我走。我们都是拥有快乐，却擦地忧伤。听他说话的海浪，我便慢慢遗忘。我放肆的对他撒娇，任性。好的，要 uncle 吗？要。OK， 下次好不好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再次掌声 ，Warmer， 谢谢。OK， 主人，等他们出了 CD 后，你再随时 uncle 都可以。OK， 我们中场休息10分钟，谢谢各位。